这个大屏标吗？这个就是黑的。天哪，那臭屁股好冷呀！这个温度多冷啊！他们粘得非常结实。二位知不知道这个冰刀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切割，然后用水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每一刻进到头，都还将起来了，都不大块了。多大块呢？大约。